外面给他变道了。你的这身上的光照在身上是这么一好的，原本都是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是照着自家的人。您的光也当这样照在门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要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而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之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不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就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就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告诉你们，你们的地若不是于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一算不能进天国。你们听过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